艾夫伯的平均得分呢超过了30分。那他认为球队现在重回正轨的关键到底在哪里？那好像马斯好像眼睛有被打到啊。艾夫伯在快攻时选择三分喷出了一颗，所以时间不多了，要来拆炸弹。新竹阿北，艾夫伯两记三分球，真的。哇，看到这一球，其实你说是空档吗？也不是太大，但这就是传球发生的失误。艾夫伯加速之后高跑两分拿到，是。我觉得后面的还原是没有沟通好的，所以两次都被传到禁区给 Washburn 了。讨厌没有？哦，国豪再把球拨出来，这个三分球不是别人，就是收枪的艾夫伯。他才拨进攻，剩下7秒钟，艾夫伯过了陈玉瑞，在一个360度转身，在 Jason Washburn 面前翻身拿球拿分。你看刚才这个球。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了玉瑞的手肘，对，场是98分，一场103啊，已经慢慢找回进攻的了。克拉跟艾夫伯连线了，进攻的核心的。你的犯规 quota 是无限的，哎呀，但是这个从这三个洋将在近期两场比赛打出不错的内容。这个球的难度就不在话下了，打满你球鞋了。带过来就出手是艾夫伯，23分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真的意想不到啊 ！Washburn 本来还比较沉退，毕竟他是大个子，不会想要。也很明显，就是他一个人在主导战局哦。先被盖掉，阿贝再转移球，中距离，现在艾夫伯，哇，在四分线外一步就拔了。我怎么觉得他一开始球还没拿稳呢？是，换成小白来手，本来想要用速度来可以跟得上啊。哇，今天真是被24号附身的男人了。对，真的对，因为你现在已经落后20多分了。我绝对不希望落后超过20分进到休息室哦。是，艾夫伯，哎呦，天哪！真的守被艾夫伯的进攻完全给带走了。那你说领航员守得不好吗？也不能这样，带着满满的掌声退场，绝对值得。28分，新足球迷全部把麦再拿回来，进攻犯规。嘉瑞，对方完全站在那边看着，艾夫伯嘣第二下进了，神出鬼。看看 Lopez， Washburn 的单打，再抓到球被罚锅。艾夫伯半场的18分，则是让领航员还能够看到希望的。